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让我告诉你。What's What's up, y'all? am Duncan, and we have a guest today, Teacher Jeffrey. 大家好,我是Jeffrey。 Jeffrey 老师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英文请假后节目，如果有听那一集，就是主题是三十岁重新开始学英文来得及吗？的话，就会认识 Jeffrey 老师的声音，还有老师学英文的过程哦、喔。嗯嗯、那我们请老师再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大家好，我是目前在桃园救国团教英文的老师。那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那老师这一次来担任我们这一集嘉宾的原因呢、啊，是因为老师有跟我们公司一起合作，就是一起呃推出了英语轻松学系列的套书。那老师在这套书里面是担任终审的工作。那我们请老师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套书。嗯，好，谢谢。那一开始当然还是先谢谢呃赖老师跟长春藤编辑部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参与。 教稿以及终审的这个部分，那我必须必须要说，各位同学非常的幸运哈、哦。从我在教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编辑部是非常用心的在选材，还有去找相关的内容把它放进来。那我之前看的丛书是前一套的，毕竟已经是十年前的，有些用语毕竟比较旧。那十年后可能有些用语就已经不常用，比如说哦、oh,，epidemic、pandemic，在十年前可能没那那么常用。 那在这几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就很常用，所以我们知道书一定要买最新的，你才能有一些比较新的的词能够去学会。那另外这里面它有很多的有关于从 KK 音标入门、中级，然后还有所谓的初级绘画部分，让你从英文从零开始学到后面英文变得很厉害。我相信这套丛书对读者的帮助会很大。谢谢。 那老师刚才说到，十年前的套书其实就是，嗯、呃，公司之前出的《英语从头学》这个系列。那《英语从头学》这个系列，其实跟这套新的书《英语轻松学》都是希望帮助，就是英文。 不一定基础要很好，但是只要你有心想要重新把英文学好的话，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些套书，就是一步一步从 KK 音标啊学到口说。那特别是这一套是特别强调在口说的部分，所以会分成入门、初级、中级和三本口说。那会在三本里面各自挑选了六十个实用的情境口说主题，就可以在。 透过这个书里面的绘画或是短文，学到生活中常常可以用到的句子。 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一本书里面，你只要打开书的每每个单元，你就可以直接扫描 Q R code，然后线上收听或者是下载，就是每集老师的朗读 M P 三，就搭配文字一起学习。如果你想要深入学习更多，不只是听到那个朗读的部分，还可以另外购买，就是常春藤的王牌老师 Vic 老师和 Jennifer 老师以及 Steven 老师录制的讲解的 M P 三哦。所以就其实像是把最棒的家教老师。 是邀请到你家陪你一起学英文一样，而且还有就是赖老师跟呃 Jeffrey 老师帮我们的细心的校对，就是确保整个英文都是最正确的，可以带给大家最好的学习。那欢迎大家点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里面的常春藤书城连接，了解更多从头学好英文口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喽，主题句<好>就是你现在在干嘛？嗯，现在在干嘛？英文怎么说这句话？

不知道什么脉络，我可能会想想人家、like, 你现在，你你在干嘛、就是？就是就是那那个比较 like angry 的的感觉。对，所以我第一次想怎么翻译这个，我又想 like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laughs> yeah, 但是但是我知道，如果就是朋友问朋友，like 哎、hey, 你现在在干嘛？这这就是很平均的的问题。这样就是、mm hmm. what are you up to？Yeah。Yeah. 英文当中好像这句还蛮长，也会用在有点像中文讲的说：“哎、欸，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在搞什么鬼啊？”嗯、哼哼有一点点在质疑呀、啊、质问啊的那种情绪的感觉。它想很有用，看你的你的情绪，对对。嗯嗯 所以丹肯跟 Jeffrey 老师有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就是很放松的感觉去问，说你现在在干嘛？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你就可以直接用 What are you up to？可是如果你今天口气是生气的，那可能英文的不对，紧张的，对，就有点变成我们中文里面说你到底在干嘛啦这种感觉，对。然后可能连英文的发音都会相对的变成不一样。嗯、像刚刚丹肯又补充另外一句，嗯嗯嗯、你在搞什么鬼啊？對對對對搞什么东西啊？那种。 对，所以要要注意那个语气的表达。那除了语气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个是台湾人常常会弄混的用法。就比方说，台湾人会问说 “What are you doing？” 那这个跟 “What are you up to”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嗯，呃，原本的意思是一样，It's about the same. But what are you doing？这这就是最基本的的问题，所以好像。 direct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好像, like, 我现在要一个答案,还是我,我可能要,要, so, like uh, um,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up to so is a little softer a little nicer so just like what are you up to now or what are you up to this weekend 但是,这是,其实,看你的说法,两个都可以, like 差不多來講是what so are you up to is is more more casual more friendly I think yeah as you know what up to好像也有點說誒,你有沒有空,你現在在幹嘛有沒有空一起出去弄感覺這樣 對有可能對 yeah, just like what are, are you free now what are you up to are you free now 嗯, wanna 對, get out here 對, get out of here 對對哦所以其實如果你是用花的are oh, you doing的話 嗯、呃，它的用法比较直接，而且其实你问到听到了这个答案，不一定代表你现在想要马上做下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嗯、你只是很强烈的想要知道那个人现在做什么。可是如果你是用 “What are you up to” 的部分，第一个你的口语就是比较柔和、比较轻松。嗯、那第二个，这常常这句话问句导向的结果是，你会下一步希望邀请别人出来。所以就像你跟朋友说：“欸、你现在在干嘛、啊？”然后他说：“没干嘛。”你就说：“那要不要一起出来吃饭？”这样子就是比。 比较适合是后面第二句用法会比较贴近。那像呃，如果是这是朋友之间的问法，可是如果你想要跟公司的主管来问说你现在有没有空，就不能用 “What are you up to” 这句话喽。嗯、有没有比较合适一点？对对对，對對因为这有点太。嗯 太轻松，就是比较不像是跟主管请问说，哎、欸，你现在方便吗？我想找你讨论事情。那、嗯、如果是要跟主管来问的话，我们要用英文怎么说比较好呢？对，呃，你你说如果是要问主管说你现在方便吗？您现在方便吗？哦、便吗对，这样你先可能要说一个加一个 Excuse me or Do you have a moment？呃、uh,，Are you free now？这样对对。其实你刚刚有说，like 如果是一个公司里面，like 一个老板。

Dude，<laughs> 这样有一点，哈 <laughs>，就是那有那个那个气氛，嗯、<yeah. S 2> 有点 too casual，yeah yeah 没有错。<laughs> 所以就是其实这句话不但就是 What are you up to 这句话不但不适合就是一般的员工跟你的主管讲，甚至 d u 能 c a 还说，如果是今天一个主管跟员工讲。 也有点怪怪的，虽然没有就是呃以下对上的那种比较不礼貌感觉，可是有点会像是老板想要尝试要跟那个员工拉近关系，嗯、变成很好的朋友，会用一点点不自然的感觉说这句话。嗯、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大家就是组织文化是平等的。那如果平常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已经很自然、很亲切就没问题。可是如果是平常。 比较严肃，那有一天突然就用这句话，就会让 d 肯尝试产生那个感觉。<laughs> <laughs> 对，那我们再请 d 肯说一下，刚刚如果是要跟主管问有没有时间的那两句英文。呃，oh, uh, 可以开始说 Excuse me, pardon me，再来然后呃，uh, 很有用的问题是 Do you have a minute or do you have a moment？这是很有礼貌的的问題。 嗯嗯，就比较像是你现在方便吗？你现在方便吗？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干嘛？嗯嗯嗯，对对。好，那再来是，呃，通常我们问完刚刚的那一句话 <laughs> What “Are you up to？” 以后，我们就想要约朋友出来啦，所以我们想要请 Jeffrey 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如果我要用英文说“你等一下要出来吃饭吗？”或是“你等一下要出来看电影吗？”要怎么说呢？好，那一般的话，有时候在教科书上可能会看到 “Do you want a Eat out，所以第一个方式你可以用最简单的，就是 eat out 的部分。那这部分要稍微留一下，不要拆开来念哈，不要念成 eat out，大部分会连在一起变、嗯、eat out，eat out eat。Out, I wanna eat out 的部分，那但是这块稍微有一点点正式的哈。所以一般其实如果再更口语一点的话，可能外国人会比较常说 I wanna grab something to eat。Grab 有抓的意思，G R A B。 抓一些东西来吃，有点像是 w a n t to find something to eat，但是一般不会讲 find，比较会讲 grab，grab、嗯、something to eat，对，去表达这种感觉这样子。对，这是很很现代化的，来邀请朋友去去去吃饭。对，do you w a n t to do you w a n t to grab a cup of coffee？do you w a n t to grab lunch sometime？这种是很很好用的。嗯。 Jeffrey 老师帮我们补充的第一句就是“你等一下要出来吃饭吗？”其实老师就教了我们两个用法了，一个是比较正式的，就是以前我们在书上可能会读到；然后另外一个是老师就是真的亲身观察这么多，在实际生活中的话，大家会比较倾向用 “grab” 这个句型。嗯,嗯对。那如果是你等一下要出来看电影吗？要怎么说呢？嗯哼，好，这几句话的话，哦，比较有点像是让我想到 “pickup lines” 的感觉好很像是。嗯 在搭讪别人,比如说,哎,假设我是个女的, mm -hmm. if I were a girl mm -hmm. uh, 可能就说, at this morning a guy hit on me with some pickup lines mm -hmm. 今天早上有个人, mm -hmm. 哦, he, he asked me to, to grab a cup of coffee he asked me to like he he wanted us to grab something to to eat okay pickup like to give someone a compliment, to say they they look nice or uh 最近, um the pickup lines, 也有一种好笑的,的, like, uh, like hey, did it hurt? 然后那个,那个女生还是谁会,会说, what did what hurt? so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to so, <laughs> like are you tired no so what no because you've been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all day <laughs> 这样,这样是很,几百年前的, <laughs> 類似的pick the, the, the up lines yeah. 嗯, 這個時候就比較像是joke 並不是真的要去打算對方有點像是要講個笑話對,目的就是讓那個人笑一點 yeah. yeah. 目的, 如果他們開始笑,你就有一個opening <laughs> <"Hey>, you're cute, <laughs> hey, what's your number? <laughs> you wanna get some coffee? <laughs> 之類的,所以打開他的心房 <laughs> yeah, yeah, so, yeah, yeah. Open their mind 對,像你說就是一個icebreaker uh, ice, ice yeah, uh, icebreaker, icebreaker, yeah, yeah. 对，像 Jeffrey 老师刚刚有说，如果。 啊、呃，听到你等一下出来吃饭，或你等一下出来看电影吗？会有一点点像是英文中的一个搭讪用词，所以 Duncan 就帮我们补充了两个他觉得非常呃经典，但是也其实蛮好笑的搭讪用词。第一个是你一个男生问女生说：“哎、欸，你有没有受伤啊？”然后女生说：“没有啊，怎么了？”他说：“哦，因为你从天堂上掉下来了，就是类似说你是一个天使这样子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是说：“你会不会累啊？”然后女生说：“不会啊，为什么？” 然后说哦，因为你一直在我的心里面跑来跑去，就代表说我一直想着你、嗯、这种感觉，<耶>就是这种都是比较有趣。<耶>作为一个破冰的开场，嗯、对。嗯、那如果是就是已经真的要进行到你等一下要出来看电影嘛的英文，我们会怎么说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呃，看电影的这部分哦，呃，在我教学的过程当中哦，同学们常常会犯一个错哈、哦，就是因为我们中文叫做。 要去看电影嘛？同时有去跟看，所以很多人他会直接翻这一句说：“Do you want to go to see a movie？” 那一般其实外国人不会讲的那么冗长哈、哦。外国人的话，要么就是 a “go to the movies”，、嗯、或者是 “see a movie” or “go to a movie”，、嗯、不会真的完整的把它讲出来，照中文的方式去讲哈、哦。那这边还要稍微留意一下，“go to the movies” 这边的 “the movie” 后面一定要去加一个 “s”，the movies。 不能说 go to the movie，这是错的，因为 the movies 的部分它主要指的是 the cinema，<错>它是指电影院这个地方场所，它不是说真的说是看电影的这个电影的本身。好、啊，那这个如果在英式当中会用 film，在美语当中会用 movie。呃，那所以像刚刚电影院 the movies 跟 the cinema，那在这边可能就是 wanna see a movie。 <noise> 那另外还有同学有时候常常会问说，用 watch 的这个字可不可以？哈，want to watch your movie？呃，基本上也是可以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just like watch your movie，just like you watch your movie on TV, your cell phone or on your computer, not actually in the movies or the cinema。所以它比较像是，如果你要问别人去电影院的话，可能还是 go to the movies 比较有点点是去电影院的味道。see a movie。<noise> 那 watch 的话就不一定是。

to, to, wow, just, very <laughs> gentlema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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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lso. Polite. 所以刚刚的补充非常的精彩哦，就是 Jeffy 老师跟 Dan 肯都帮我们补充不一样的面向，一个是就是书本上的跟实际上用到的一个句子，如果是书本上可能会怎样，但是实际上其实大家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那 Dan 肯提醒的是，如果是你不熟的人，用比较口语的句子，那可能对方会想说，诶、欸，我跟你还没有那么熟诶、欸，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像用很简短的方式约我？所以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就可以用比较有礼貌的句子来问。 这是我的我的推荐，<laughs> 真真心推荐，真心推荐。 那就进到我们情境对话的部分喽。那今天呢，我们的情境对话其实也跟我们的主题句一样，都是从我们英语轻松学这个套书的初级口说这本书里面就是参考的，就是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说这个主题就是你现在在干嘛。那对话也是从那个呃单元里面的主题来做修改的。那我们今天就邀请我们 Jeffrey 老师跟我们的 Dan u n c 一起来帮我们演出这个对话。那我们先念英文哦。 Hey Duncan, what' are you up too? Oh, I'm watching a basketball game on TV. I'm cooking dinner at my place. Wanna come over? Uh, sure. I'm drinking a bottle of wine. It's delicious. Shall I bring it over? Mm, not for me. Thanks. I'm quitting alcohol. 好, hey Duncan, 你现在在干嘛？我在看电视上的篮球比赛。Uh, 我在家里面煮晚餐，要一起来吗？嗯，好啊，我正在喝葡萄酒，它很好喝，要我带过去吗？嗯，先不用好了，谢谢，我正在戒酒。嗯。 其实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对话是非常实用的，里面有很多句子，真的是平常你有可能会跟朋友互相说的，就是平你现在,在干嘛，或者说要一起来吗这种的，或是要我再过去吗？所以大家可以多听几次，然后搭配我们的节目资讯栏的文字里面复习，就会记得很熟喽。 那进到我们文化闲聊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在聊说，假设我突然跑去朋友家，或是没有跟朋友约好，就先传讯息说你现在干嘛，然后很快就说那你要不要怎样怎样，这种有点像是临时约朋友出来的文化。那特别是在都会区，可能大家住的很近，就很容易可以。 跑去找好朋友，那会好奇美国人也会有这样临时跑到朋友家找朋友出来嘛？特别是美国大家，我们的想象中啊，大家家里会住的比较远，就可能不一定像台湾人就是很容易到达。嗯嗯嗯、对，如如果是大城市有捷运的话，可以比较比较想象这个状况。如果呃在肯特基这样，大部分的人需要开车去看去他们朋友的家，所以可能。

去离开你你的你的家，还有如果你是三十岁以上，你可能不不喜欢那么突然人在你那个家外面就马上 like <laughs> hey I'm outside come hang out，no <laughs> no 这样太太突然，yeah，嗯 <laughs> 嗯，但是对，但是这个这样的事情一定在在美国会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学生的的文化。 哦，oh, 所以比较跟可能年纪有关系，嗯、不一定是跟国、嗯、国籍有关系。Yeah, 可能每个国家的大学生都会突然跑去朋友那里说：“哎、嗯欸，出来啦，我找你，我们一起去哪里哪里做什么。嗯”可是，即使是台湾观单恒观察到，也不一定超过三十岁的朋友间还会这样临时约出来，可能会先约好。嗯，對,对对，對有有的状况可能，如果你如果那是在你家旁边，如果你的邻居是好朋友。 有可能那个人可能是会习惯，就是随时来讨论一下，来吃一些小吃，然后然后回回家。如果他们没有什么要求，还是不要去去玩。这样的状况也也有发生，有有一点像呃一些台湾的家庭，可能有呃有很多人在同一个大楼，然后那个 Your uncle or your sister in law will just come by and talk and and then they they'll leave after a while。 这这有一点来种的的状况，嗯、就是比较轻松嘛。其实他没有真的一定要跟你做什么特别活动，嗯、但是因为他住的很近，嗯、所以就是来聊聊天，然后就回去他自己的家，嗯、<哼>就比较不会给当个感觉说哦，我现在要准备啊，什么要穿很正式的衣服啊、嗯、这种感觉。嗯嗯<哼>。那老师呢？老师有观察到呃周遭的朋友，或是可能有什么呃出国或是旅游的经验，是类似这种，可能大家对于呃临时邀约的想法。 嗯嗯嗯嗯，就我这边听到大部分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比较是讲说，他们还是会当他们就像 Duncan 这边讲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希望就算是自己的邻居，如果这个礼拜六日要来家，可能待一两个小时做客一两个小时的话，还是会先预期说。 他们可能先跟对方告知一声，嗯，而不要说突然跑来，就说，哎、欸，我我今天是礼拜六，可不可以来你家打个电动啊？Yeah, yeah. <laughs> 然后就待了一两个小时，事前完全没有告知，对主人来讲会稍微有点没那么礼貌了。嗯、那在台湾的话，可能就好像还好，就是如果家长没有太介意的话，嗯、大部分是都还可以接受啦。那当当然是看人了，有的人是不太能接受，有的人是觉得哎。啊 如果还算熟的话，可能不用讲就就过来。但是对对据我知道，在美国蛮多的美国人会说不太喜欢对方是不预期的就突然冒出来，即使是自己的隔壁邻邻居、嗯、突然来家里就待了两三个小时才走，好像就不太礼貌这样子。对，其实我呃，在你刚刚有想到美国的话，好像那个父母会那个高中的时候他们会碰到这个这个问题，他们的。

嗯、对，嗯，这个真的蛮有趣的。就是普遍性来说，可能美国家庭会更重视一点点隐私权，然后台湾家庭会比较有多一点人情味。就是很好想象，如果今天我们是可能去朋友家，然后假设他的奶奶爷爷看到我们，就说、啊、留下来吃饭，留下来吃饭，嗯、这种就是一种人情味的展现。对，就是从今天的主题文化闲聊里面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原来哦美国人他会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才会希望我们先说。 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复习喽。我们请当肯帮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句。你现在在干嘛？What are you up to? What are you up to? 好，那再来是，如果你要用呃这句话跟主管说，你会换成什么样子的方式说呢？嗯，呃，如果是你你要讨论什么事情，不一定要要安排下一段的的活动，你可以问。

那如果跟对方很熟的话，可能就是刚刚 Duncan 讲完的 What up, too，然后后面就对方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I wanna grab something to eat。好，那如果是你要出来看电影吗？嗯，啊，看电影的部分的话，就可以 Do you wanna go to the movies? Do you wanna see a movie? Do you wanna go to a movie?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j e f f f y 老师来呃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录音，也很谢谢老师，就是帮我们就是一起修订这一本英语轻松学套书。那。 很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从头学好英文的话，都可以点进我们今天的节目资讯栏里面来认识这一本书更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这个节目是由常春藤的团队学英文吧制作的。欢迎你到学英文吧的网站 ivbar.com.tw 或者是 ivbar 的 IG 复习我们爬开始的内容。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或是追踪，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新节目喽。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留言给我们。 也欢迎你来听 Jeffrey 老师的英文精讲课特辑。好，那我是 b 比。b i i m Duncan，我是 Jeffrey，我们下次见哦 s e e you next time，拜拜，See you next time。